的吗？是逆着光。大人已经一排都先走了，然后比如我们就一直到那个时候，对吧？他就特别要脸，说西施王，这是西施的口吗？就有阿姨过来问，说阿姨你买单吗？哎，我们说请。哦，还在吃呢。对呀，就是他们刚刚。哎呀，我好丑哦。吃完了吗？还是知道他们除了西施的红都没有自己的包吗？亲吻那个他们要打包带走很多东西，亲吻死了还留下了一个谢谢宇文的荧光棒，晚上好朋友们。我准备看看今天晚上回去妆还在不在，如果还在我就给大家录个抖音。好害怕，好丑。这个耳机吧，害怕你们会听到。你说妹妹在干什么呢？现在你们听得清楚吗？天哪，这个天籁解决了弟弟了。我点一首歌，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就是一种回光返照的感觉。啊，那你自己来一首拿手的吧。眼睛都凹了，你们看，天，对。就是我从昨天白天起来到现在都没有睡过觉，就是公演完了之后很开心，就是挺开心的。在这里吃了，怕回去太晚了，大家要休息，明天又是周一。对吧，也不想让你们跟着我一起熬夜，虽然我明天可以睡个懒觉，但明天睡醒了之后又要去拍别人的助演，对吧？确实忙点好，忙总比你没事儿干好。对，最近还是接了挺多单的，12月底也有一个接单，真好笑。现在来找我助演的人，最后都会跟我说一句：“我请你吃大餐。”我说好，我请我吃大餐。我的脖子现在还贴着那个的呢，你们看，膏药。今天过去，阿姨又给我按了一下。对，没错，是的。红烧头妈妈是什么？我的脖子就是扭到了呀，就是我做跳舞的时候去做那个技巧，然后扭到了。我很想快点到下个月，真的。12月份怎么会来的这么慢？虽然12月份来的很快，但是，发工资的那一天来的很慢。下下周才发工资，我真的是。
怪不得做梦都梦到出去兼职。怎么会这样子？你拉着我的手，心安理得。我都没有打哈欠。确实。我现在就是多吃一点，就是在免费的这个饭桌上多吃一点东西，多吃一点东西，然后自己管得就久一点。确实确实。挖掘机，你是新东方的吗？你也没办法，我只能这个样子直播。我这个地方它很丑。我的眼睛真的好、你们有没有觉得高圆圆长得很漂亮？我在浮动里面，对，默默居然选择了一只狗，他选择了张环。张环怎么了？有人在讲张环。张环。没有人是皇上的影迷吗？我们皇上就这么不被大家待见，啊？而且我已经决定了，以后只演你们感性，不用看。你只能在你的戏中演主角。如果你给我的戏投资，我会考虑让你演主角。皇上也是主角啊，就演死的那一幕。不啊，为什么？我主角肯定就是有主角光环，一直都死不了在那儿，而且戏还是非常多的那种。对啊。临走在跟我笑啥？多久啊？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不是在笑我吧？他在笑我吗？啊，他在笑我，他不是，他那不是喜悦的、开心的表情吗？为什么这一圈是吧？来，这口红怎么涂的都是红色？你们就不懂了吧？就是他原本是跟我约好的，我们要一起走的，然后结果呢，他没有选择我，他选择了一只狗。什么一只狗？一只狗就张环。这样的，然后给我当时的给你们给，不是一只狗，我是被雨淋湿的小狗。切！呵，笑死。我是被雨淋湿的小狗，那个我是，然后是那个默默是一个深夜买醉的姐姐，失恋女人，我是跟对象吵架的一个深夜买醉的性感女人，性感姐姐。粉丝你好，厦门现在还有疫情吗？原来这只狗就是张环，他们说你要做梦小心一点，咬你的狗都是你。张环不可能的。皇上，
谁说我是男人？真是的，你怎么给我变性了？他自动给我变性了，我生气了，我哭，妈妈，有人给我变性了。我不告诉你我哭什么。前年的广告语怎么了？哪有广告语？我怎么没有看见？有广告语吗？哦，你说是这个椰汁上面的吧？成名作？什么成名作？我有成名作？不是，也不是啦。就只是大家最喜欢我的一个作品可能是失败，那不就是代表当然我们的优势，他们喜欢不代表是我的代表作。我觉得我的代表作是暴风雨之夜。那没有，那确实哦，我的代表作他们说是野狼 disco 啊，确实敢不敢承认我的野狼 disco 是最牛的。在 KTV 的时候觉得你的野狼 disco 一出来对，确实。我跟你们说，要是说我们没有这个版权限制的话，我一定会在台上给大家演绎一首《野狼 disco》，真的。哦，实话，我不是没有跟原唱，这个哎，这个《野狼 disco》原唱是谁来着？宝石老舅。PK 过。我就用这个我的唱吧和他 PK。然后呢，这个给我唱吧给我打的分就是98分，只比他的原唱100分低了2分，所以我跟他，对啊，所以我跟他，我其实哎不敢回看，说过又分什么不自然的。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不要再提，我不想去想那些往事。很害怕，因为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很傻，人都是要在就都在成长嘛，我就不想再去回想那时候的我。有点傻呆呆的，哎呦，不不不不不，主要老是管理不好自己的表情。我肯定当时都跟人唱无语。这是滑板，这个很是什么狗出的？一开始对你红酒 Michael 风，这是什么名字啊？这里为什么名字红酒 Michael？ 哦，新出了什么礼物啊？圣诞节礼物。红酒 Michael 风啊，雪，你看到海冰姐，然后什么玛卡？出了圣诞礼物。出了新的生日礼物，没有人给我看，太过分了，谢谢。
好大的水晶球，谢谢，好的雪，这怎么会这种样子？这是表情吧？对啊，哦，是砸，他们说这个是上次活动的礼物，是砸蛋的。哦，就是砸蛋的人才会有这种礼物，没有砸蛋的就没有，是吧？他可以宣泄，就是可以告诉大家是哪上次给你发的东西。他们是自己砸自己的蛋，就是他们给你送到了那个礼物的，就是给你们，就给我们送到了礼物的那个数量，然后对啊，中华文化和蓝天生都一个，我说你这个女的真的是一天懂得太多了吧。你这个张环，你是不是想被打入冷宫？啊，在皇上面前说话这么的放肆，亏得我现在苏公公不在身边。确实，苏公公真的是。苏公公现在被我打入冷宫。确实，苏公公把他辞掉。让他当一辈子的公公，让他就当一辈子的公公，然后也没有钱，对，不给钱，直接给他发放边疆，对，好惨。怎么好惨？什么叫做好惨？五险一金，还想要五险一金？金融。公公不辞，你看，有些人想当公公都当不上，有什么惨不惨的，对吧？有些时候你觉得别人惨，其实别人过得好的要死，是吧？有些时候你觉得别人过得好的要死，但其实别人很惨，只是他伪装得很好。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能看，有些时候其实怎么说呢？你不能用眼睛和耳朵。就去定义别人，对，不能太肤浅，知道吧？人，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。他不愿意为了艺术牺牲自己的心。他不愿意为了艺术献身。想想这个画面，绝对是一个，就是经典桥段，震惊之作。就是看我们那个太监看起来有点鸡无力，就不像是能抱得起来。他还拖着他。真的不错。我觉得今天节目说的好好，顺而白。谢谢伟的荧光棒。算了。哎，金曲是不是要截止投票了？啊，是金曲吗？我们这个，哦，是。是啊，是今天晚上。哦，是今天晚上就截止了。零点就截止了，就是说啊，这次怎么那么快呀、啊？我怎么？觉得好像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。哦，那还有两个小时。因为举办时间提前了八天，哦，意思是提前了八天是多少号呢？一去年11月18是吧？1月17、1月18，1月8号，今年1月8号就举行了，太好。终于不用在我生日的时候举办这种东西了。
谢谢天气的。对，以前每一次在团里面过生日的时候，唉，到时候给我送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哈，我好害怕啊，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特殊生日礼物到底会有多么的特殊。对啊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甚至我都不知道我明年该满多少岁了。25岁。我怕什么特殊礼物，只是说对你特殊，不是对我。哦，好吧，对你特殊，对我不特殊，那有什么用呢？那只是对你的特殊礼物，你要送给我的特殊礼物必须是要对我特殊的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就是我觉得很有道理，永远18岁也不能这么说，嘿嘿嘿嘿。然后啪，我的手机掉了，要么就是3、2、1。你今天第一次给我过生日啊？那挺好的，谁让你这么晚才认识我呢，是吧？你觉不觉得愧疚？嗯，你说你觉不觉得愧疚？愧疚是吧？愧疚就对了，愧疚那就给我把我前这个23年你没有陪我过的生日都补上好吗？到时候都不上，哎呦，你在这里哔哔啵啵啵啵这么一说啊，你先，再先，在干嘛？这不冲突，这跟你多久出生不冲突的，好吧？这只跟我们认识的时间长短，这个比较有关系。哎，这外面在放这个漠河舞厅，我好累哦，我只能用手撑着我自己，因为这个地方它就是没有支撑的东西，我只能这样子。今天没有带那个手机支架，就这个角度是我觉得还不错的，其他角度都很丑。如果你不补上我可以抽查你。那算了，你就是谅我没有抽查这个钱，所以敢跟我这样满嘴跑火车，是吧？嗯，不行哦，你这么欺骗我不能，不行的。确实，那不是，毕竟，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个问题，不想多说。10块也抽，10块我抽他干什么？10块我自己去买瓶茶，我自己喝了不好吗？我还要抽给别人喝，抽给别人喝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对吧？我自己喝这个茶不行吗？我就不是很明白，非要给他扩张知名度了啊？我就偏不。哦，没有吧？他又睡着了，哦，他还看手机。10块钱几包面。9.9能加。沃尔玛，我们吃啊，我们再吃啊，这还有好多吃的。
的路，害怕有花香。我们都好困，但是我怕我回去我就想赶紧睡觉，所以趁我现在还妆还比较好的时候，就赶紧跟你们直播。我也好困，最近好累哦，觉得我都没有休息。就是累到，就是真的是。我前段时间的叫的还没有补回来完。其实睡沙发蛮好的。我现在就是我是一个不是特别爱睡床的人了。我跟你们讲过的呀。我们就是一个电竞椅。哦，他在睡播。啊，他流口水了咋办？那我可不可以睡播啊？我睡播都没有人愿意看哎。为什么你都想看别人睡过？谢谢 BB 的99个应援棒，谢谢 BB。我也要开始睡播了，安排个睡播，要叫这服务员叫一下我。其他的菜我们都打包了，还有一些我吃的鸡。我眼睛确实有一点点的睁不开。耳机会好一点。是不是可以戴耳机？对。Hello。哎，我感觉现在我戴上耳机之后，可以说话声音小一点。我嗓子说的我嗓子痛，因为我感觉外面太吵了，我说话得更大声。这样因为塞了一半耳塞，就觉得能听到自己说话了。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因为以前好像没更新之前，好像是，就是我之前有试过戴耳机，就啥也听不见。好吧，你怎么加不动菜了？什么？我不会连到你手机上了吧？我们这边反正我也听，也没有人说话，就也不知道是什么个情况。他们是只听得到声音，
那有可能我耳机连在你耳你你手机上了。嗨，亲友的粉丝们，大家好。谢谢谢谢 Yokito 送的20个荧光棒。那我可谢谢。不是，是是有一次小青干嘛来着，他找我借耳机，然后他就连上了，然后我耳机经常连上别人的手机，刘杰之前也借过，就突然一下我手机里面就开始放什么什么爱情买卖了，就开始想不到刘杰会听这种歌。真的有一次连上了刘杰的那个手机，他正在放爱情买卖，想不到他的口味如此的复古。对，除了自己的，有时候甚至我刚一打开就连上别人的，而且是挤掉了人家主人自己的耳机，然后我的耳机连上了。我好害怕哪天听到了谁的什么其他奇怪的歌声。哎呦，哎，我知道为什么连的是你的了，因为我没有打开蓝牙。等一下，我去连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刚刚就上双簧，就你在帮我唱，然后你在帮我直播，真的是好烦哦，没有指甲抠，这个都抠不开，好难啊。烦死我了，我的妈，这个我只能这样子做，教你们没有指甲的人怎么开瓶，这个开易拉罐。开开看，就像我这样子啊，预备开。哎，好聪明啊，不会的，我会这么不小心吗？好想喝这。啊！我的手机进去了。啊！我的手机进醋了，它栽到我的醋碗里面去了。你们看，我的醋坛子翻了，我的醋坛子，我的耳机这个音头线肯定根本不听到声音了，好伤心啊，烦死了，我不想吃醋了，以后。好臭啊！我不想我的手机一闻到就是一股醋啊！好难过，我的手机本来就已经坏掉了，
我也想换手机。我的手机它经常的闪退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睡到晚上，他的头发睡到了。好讨啊，好多次啊，不是内存，就是我手机经常会摔，不小心，我帕金森你知道吗？我手机的脑子出问题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得先把我欠的债还了。我现在欠的债我都不知道怎么还。好大的醋啊！真的，我服了。Oh my gosh！ 我还以为自己。怎么会这样？不要动！我警告你一遍，这次再也不要给我摘了，好吧，宝贝。你是我的宝贝，宝贝，不要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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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稳住，我们能赢。摘了我就，摘了我就不播了，难过了。我要摘了我就不播了。嗯。那我也睡一波。我立刻让自己睡着。哦，睡着了，他说睡着了，好怕吸进去了，我又想睡又不敢睡，我害怕吸吸会寂寞，所以我。想睡又不敢睡，那你们陪七七吧，我睡觉了，我这样子睡觉，这样子睡觉，我想一下摆个姿势，我摆一个比较好看的姿势，哎，怎么都不好看。根本被他发现，要悄悄的假装还在直播。那我在，我怎么可能是的？我在跟他们讲悄悄话，我在跟他们说，在他们，那当然是你不能听的哦。悄悄话就是要这么说。对，我就是这样说。这是快乐星球的夜边。
怎么了？我谁说我们要睡觉的？没有，我在悄悄的回应他们的礼物，我不能他们说不喜欢听我太费嗓子说话，所以我就不哎呀这样子。你这样子就听不见了，你这蓝牙就接触不良了，是吧？你这个人就是，你还以为是80年代的耳机啊？好、啊，我们现在这样说话，大家听得到吗？都给我起来嗨，不准睡觉。好，你把叉叉叫醒。哎，他是不是？他手机还在播呢。要不然等他再睡会儿。感觉他好像。他的，你看他腿上就在直播，他手机摆在腿上的，真的在下面这儿，他在睡播，他待会儿流口水直接流到他的屏幕上，就像上次我看了个抖音，有一个室友他给他的室友摘隐形眼镜，你们看得过没有？我不知道。然后呢，他就摘的时候，这个室友是躺着的，然后他就这样摘。他摘的时候，那口水流到他的眼睛去了。哦，你们小心哦，我很害怕张雨欣会这样子哦。他在说，他说等会我怕我睡着了，然后他说他跟瑞姐说，我就记得帮我去背头。哦，天哪！难道他想这样的事情发生？难道他是在暗示我们？我跟你们说，我们房间的下水管子堵了，气死我了！昨天幸好我去排练之前洗了个澡，后来就晚上我回去还想走之前再洗个澡的。我刚把衣服脱完了，把水放了，然后进我们那个浴室，然后呢，我就说，哎，对，我就说这个水怎么越涨越高？这个水怎么越涨越高呢？我在想。这个奇怪啊，我说是不是我什么东西掉到这个里面给它堵住了，然后呢我就趴下去看，我就看了半天，我说哎好像是，我也不知道嘛，当时我就在旁边找了个东西，我就进去掏了好久好久，结果没有一点用，后来我就说完了，糟了，我就肯定是堵了，然后就是叉叉就来，他就来冲了一下马桶，一看真的是，因为一般马桶一冲不下去，马桶出问题的话，就是整个下水管道的问题。我知道呀，他们的房间都被淹了，好造孽哦，真的，而且你们都不知道，我是每天经受我那旁边装修工的声音。真的痛苦，我跟你说痛苦至极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有这么痛苦睡觉，而且他早上每天准时6点7点就开始装修，他一直都在装修，就已经连续了2个星期，我都想向公司提意见，如果再这样的话我想申请给我出去开房，我真受不了了，真的受不了，真的我就觉得很，而且就是你们知道吗，就是那个声音非常近，就像在你耳边一样，我录了视频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太受不了了，因为那个声音太大了，真的就是因为我们这边，我们这一排房间隔壁就是有一栋楼，可能就只有这么宽的距离吧，就这边是我们的窗户，这边是他们的窗户，所以他们这边咚咚咚咚这样子，好烦哦，要投诉，肯定要投诉他，哦，明天就要跟公司投诉了，因为你们知道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保持精力是有多么重要的，不然你第二天工作，你干什么事情，你的精气神都会很差的，加上我这种睡眠本身就很浅薄，就有一点小动静我都睡不着觉，就是我
睡眠障碍很大，就真的很烦，真的很烦。我只是觉得很难，就是，唉，从来没有觉得这么艰苦过。其实我觉得住的差不差，好不好，其实无所谓。但是我觉得希望就是安静吧，觉得真的是，这你一关一点不安静，你一关像个闹市一样，难受。谢谢吕凤仙，吕凤仙怎么改名了？你那天还不是这个名字的吗？我也不能敲他们呀，我怎么敲啊？跟你们说，前两天真的是，加上我们又要排练，然后我们又就想眯一下，自己眯一下。哎呀，本身你头就已经很痛了，然后他又在旁边给你咚哐哐哐哐的敲。我都不知道我开的那个窗子跟他们对话，他们也能不能听得到。我最近睡自己的房间，我怎么没有睡？就那天晚上去西西房间睡特别香，因为你知道吗，就是我们旁边每天搞装修，然后所有那天在他房间一下就睡着了，妆没卸就在那躺，就那么对，这一下就睡着了。这很烦，就是你们啊。大概这就是成年人的生活吧，这就是成年人的生活吧。想喝口你的椰子。啊！我感觉我的鼻子有点堵了，我要不然先跟别人共共床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喜欢去别人那里跟别人住，我比较喜欢自己的地盘，因为自己的地盘会自己的狗窝。这是我们那边的方言，因为我小时候外婆就这么跟我说，什么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不如靠自己多好。每从小就这么教育我，我跟你们讲。然后就是什么，还有说就是刚刚西西说的那句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知道不？就让我不要去睡别人的地方。所以我其实不是特别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我不是特别会去依赖别人，而且我就是也不会向人展现出我多么，就是我其实可能就是会需，就是有时候其实还是会需要别人，但是呢就是不会特别特别的那种用语言去表达，对，可能行动也不会吧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，就比较，怎么说呢，比较独立的吧。对啊，就在生活中是这样。没有啊，我们当时睡 Kuna 的那个床。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房间怎么哦，我们房间空调坏了，知道不？是我们房间的空调坏了，我们现在房间空调也开不了，房间空调都是烂的，什么都是坏的，就很少能找得出一处是很好，就是一处是好的地方。因为以前我是单人间，所以我以前我从来不会去串门，因为我就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。我很少，其实很少，也不是完全不串门，就是不会在别人的房间过夜，也不会留别人在我的房间过夜。是的，来到上海之后，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，
你变了，觉得我变了。其实我是，其实我不是这样的。啊，一个人住，其实，没有吧，就是我想一个人住。因为房子确实很差，我再播3分钟我也下了。我觉得有室友好，就是其实我希望是这样的室友，就是我们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，但是有各自的房间，我喜欢这样的室友，因为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我们平常想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。好痛哦，我的手。对，我是比较向往这样的时候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但是如果说别人需要我陪伴的时候，我肯定是会去陪伴的，就不管怎么样。没有咬手，我没有咬指甲，我也想咬它。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点儿，就是有一点痛，我的手，而且这咬它，这样它更痛，啊，更痛的话就会好一点，这是治痛的方法。想要缓解这一处痛，你就要加深另一处痛，就会忘记这一处痛。哎呀，好了，还有1分钟我就关了，你们也早点睡吧。你们也早点睡，我也要回去早点睡。张雨欣，你要不要把直播关了呀？你流口水了吗？你检查一下你的屏幕。因为猪都会流口水啊，睡觉。可能都流你头发上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有一次我在车上睡觉，我就是流口水，我就这样子流，但是我是流到自己的口罩里面。我不知道呀，我是醒来之后才知道的，这个秘密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哦。我有一次吃糖睡着了，然后流出来的是糖水，那很好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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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